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开箱的呢是这个日本的透明系列的饮料。那这一款呢是 Suntory 出品的，然后这边有写乳酸菌。那它是这样子透明的感觉。看一下它的包装。好，那它这边有标，这个商品里头有牛奶成分。好，那我们实际打开看一下吧。好，盖子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它这个看起来呢是透明的，来喝一下看它的味道。然后它的味道呢就是像乳酸菌饮料，酸酸的，甜甜的。只不过呢，它外表看起来呢是透明的。好，以上呢就是这个。乳酸菌饮料的开箱，这是透明的。好，那这影片就先到这边，谢谢你们收看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个喜欢，也欢迎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